趋紧的。嗯，但主要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九令的表演很厉害，所以不想要就是误会。像你说情绪勒索的部分吗？没有，其实这个已经到，可能已经行，就是已经休学了一年了。妈妈那时候只希望说，就是加油啊。嗯。其实情绪勒索这个，大概离我休学这时间越远，妈妈那个勒索就越少，因为她知道回去的希望越薄弱。然后直到后来真的正式除籍之后，妈妈就去。今天出席，我那有带一条毛巾啊，是每次出来都会有造型吗？这已经变成这个造型，但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常常会流汗，就很需要一个毛巾，不然就会浪费太多卫生纸，不环保。所以它一定要挂在右边。也没有啊，左边。因为比较常看到你都是挂右边的。